现在是动也不能动，想自己走一走开，自己救自己都不可以啊，好危险啊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往旁边站，然后我站在这儿，然后从这里过来也看不见我，从那里过来也看不见我。听到声音，我得给小明哥哥打个电话，跟他说我不找他，赶紧打。此时猎人出现了，他正在通话中，这么多人找他。节目太让我开心了，人生中第一个电话是给黄晓明，第二个是李云迪。电话两头的李云迪、范甜甜附近都有猎人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快就被撞到了？